油热以后下入肥肉，不大了，葱姜肥肉都下里边，加入啤酒多少量，红烧酱汁两勺，大鱼再来点料酒，去点腥，醋，再加入两个炖鱼的料包。兄弟们，等开锅以后啊，咱们照着一个多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掺个豆腐灌鬼鱼，这鱼啊不是炖鲜肠，盖点锅盖，等会儿吧。老铁们，炖了小一个小时了，咱们现在把土豆切一下。吃哥，把那个豆角搅一下。好的。搅一下，然后，就放锅里。好。我要搅了。好。土豆咱们切成滚刀块。同学们，土豆咱们削好了，一会儿啊，咱们把它清洗一下，然后一会儿放到锅中。最后啊，快出锅之前，放点粉条。胡哥，等你了啊，出锅了。好嘞。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不吃。你少吃点。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。看来今天这个鱼炖的确实不赖，你看看，哥们弟兄们都非常捧场。喜欢吃喜，喜欢我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我。今天视频到这儿了，再见。不是，真是你给我留点，你们。有。有点勺子。
咱们现在啊，继续上锅蒸。这次猴子输了，蒸十分钟。十分钟。好的。嗯。哎呀，再来一次啊！好，这次蒸十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了啊，咱们开始起锅。好香。这次的汤汁比刚才的汤汁多，哦，这要是砍了我，让猴哥不气死。这装上点热油了，兄弟。现在算你做的，算我做的。你做，你做，行不行？你掌厨，我烧火。然后你今天做这个鱼，让我给你点评一下。掰开。哦。好了。绿的这边有点过辣，鱼翅，我以为红的这边辣的，啊，还挺辣，嗯、鱼翅，哇，口水都出来了，但是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啊，嗯，是，非常棒，同学们，你看这大块儿。嗯，哇，嗯，不咸，嗯，不咸，不咸，不咸，就是不咸。嗯，两个的鱼翅都给你吃了，还真是，我以为红的辣，结果红的不辣。这绿的是小米辣，你知道吧？这绿的辣，但是味道还可以。嗯，你要这样，这边一半一半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吃那个辣的。这是大块，老铁，不让你吃了，你还吃？哎，媳妇儿，啊？没呢，猴子还在吃你的鱼嘞。我说给你带回去的，结果人家猴子一直吃没完了。这是撒狗粮啊！我现在再等一会儿。四十多分钟吧。我一道美美的鱼头，结果换成马上要换成捞面，落差属实有点大。哎，我还是吃吧得。必须啊，你得看是谁做的。那主要就是你得看是谁做的。哎呀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鱼头咱吃不上了，吃点面条得了。其实我最喜欢面条，如果要是换成蒜苔的卤更对了。就这都没了，这已经没了。好了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然后我们的小伙伴去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哦。再见。吃面。你回家了，再给你吃面。热的时候加点豉油。必须啊。你忘我可不能忘。好了，老铁们啊，咱们鱼已经炖好了，现在咱们准备把它盛出来。出锅，咱先把。我也来直播了。鱼子，老铁们，大鱼肉。咱们油饼，啊，照饼，一个人能八碗汤喝的得，不咸也。你要的，不能给，下去这小玩意儿怎么样？你还怕尿呗呀？
后边这点个火。喝你呢？给咱倒一点。我弄个凳子，请坐。后边有凳子。不是，坐坐凳子。我说那。从这家里小，这么大的东西小。你正折在那，好。那把这个勺拿过来。好嘞。可以得舀着碗里的汤蘸这个鱼吃。嗯，这大鱼肯定不那么好的味儿。那给我弄个碗。听见。啊，我下班。多晚？你叫人名酒吧。你明天吃，你明天吃，不用找我。你明天吃。这个鱼，得有他妈多半米呗。多少？有多半米呗。走成。好家伙，这个厚的，它跟鲤鱼不一样。鲤鱼是高。有夸嘛。这是一部分。厚的那是肥肠。这是一部分，还有这么一。这个头啊。不知道。嗯。哎呀。嗯，太新鲜了。嗯。看这鱼苗啊，多嫩呢！你看，啊，啊，馋着你们啊。这大碗不够你吃啊？还是锅里得劲儿。啊，锅里还上锅里。咱们这么一吃，看那人看着乐。哎，这个干的。感觉还是我妈好。好。嗯，中。嗯。要不然你让人家。干活鱼。跟你啊。有中吗？行啊。哎。我说也跟你啊。谁？你爷啊！赶紧不知道。我来给你点籽儿去。来，鱼籽儿。小辉哥，给你一块儿来。那鱼籽儿，给你大爷。小辉哥，鱼籽儿，鱼籽儿。来，鱼籽儿。这鱼肉啊。我还真没吃过。啊？是鲜甜的。这鱼籽，把鱼籽知道吗，老铁们？炖出来以后。你说这个，咱们炖的有滋味吧？就是要是，但是啊，鱼肉本身的鲜甜味是没有盖住的，非常非常好吃，一点都不腥。嗯，这鱼籽儿特别好吃啊！你知道为什么？我鱼籽我拿了凉水拔，好还感谢。来块豆腐吧。啊，弄半边上的了，锅里边，这锅里，这锅里是你知道的。这就是卤水豆腐，你看看，好多丝味，就是里边的窝，我们这边叫丝味，特别好吃这种豆腐。这个，这才是真正的。嗯，到夸饭，这才是，这鱼子。我最爱吃这玩意儿。嗯，比晁盖他们吃的鱼还多呢。晁盖他们这上什么了去了？我说，这两下都炸到那地方了，十斤刀鱼他都刀不着。你说袁绍吃说，十斤刀鱼他都刀不着。那鱼、那是芋头，我拌的小萝卜，小萝卜。那个汤吃的人呢，不是那面条。是那不是说那个面啊？嗯，正好买了那个。鱼里面买什么蛋了，都扔了。然后浇入剁椒，咱们准备关火。
关了火以后啊，别着急掀盖，咱们再回两分钟气儿。奥特曼，出锅喽！哇塞！哇塞，好香啊！用它在一块儿吃，不光吃。嗯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！妈妈就吃这个了。嗯，还真好吃。哎，第一次吃这个泡椒还真是挺好吃的。嗯。哎呀，泡椒也好吃，这鱼更好吃。嗯。嗯，好久没吃到这么新鲜的鱼了。嗯。嗯。老师之前这么大的鱼啊，很少。吃了好几趟都没有。哎呀，这太难买了。这真好吃了。嗯，哎呀，太惊艳这个，嗯，嗯，嗯，绝了！嗯，而最新鲜的地方就是非常嫩。媳妇儿，这家啊，很少回碗的，你也开始回碗了，这家。给你赏脸吧。谢捧场，谢捧场。嗯。看来行了，真对你口了，是吧？嗯。真好吃，真好吃！哎呀，关键是活鱼就是新鲜，嗯，一点也不腥。好长时间没吃过这么、吃到这么大的鱼了。我不好买，现在黄水湖这种大鱼，黄水湖因为禁鱼了嘛，好，你看，翻一下了，翻一下了吗？看这个大骨头，给老铁们看一下。哇老铁们，看了吧，这是鱼的那只脊椎骨，你看看多大！哎呀，这鱼是真好吃。其实我不太爱吃淡水鱼，但是这条鱼让我有所改观。这条鱼啊，真是又鲜又香，真是特别特别好吃，真是比我预期的要棒得多。哇塞！下面咱们烧点油，啊，撒上点小葱，淋上热油。老铁们，今天三个碗，因为啊今天来了两位美女粉丝，想过来尝尝我的手艺，那么他们也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猴子也是有美女粉丝的。行了，我看美女我也不知道说啥，咱们先尝尝吧，因为又是凉了，好，凉了也不太好吃了。行，坐吧。来。从哪里喝可乐吧，别喝酒了。
尝尝尝尝，尝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，好吃啊！嗯，好吃就多吃点。哎呀，我也尝尝，我还没尝呢。嗯，还行。我怕咸，这剁椒我洗了好多遍。刚刚好。对对对，欢迎两位，欢迎二位啊。对。猴哥做鱼太赞了，好吃。好吃就多吃，嗯、多吃多吃，真的好吃，嗯。这黑的是什么呀？这黑的是这个豆豉。豆豉酱吗？哎呀，对豆豉。有美女，二哥你不够意思了，太不够意思了。你是闻着鱼味儿来的，还是闻着美女味儿来的？我掐指一算，有美女，我过来了，太不够意思了。有没法吃了，我来找个碗。不有碗、啊。你来。拿筷子，拿筷子行，我不用碗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我是成你这反客为主了，不是？这你也不够意思，你给他倒的不给我倒嘞？拿个杯，用这个啊？可以的。交友不慎都说。来一碗，来一碗。我这属于交友不慎，你俩见谅。哎呀，尝尝尝尝这个，真不赖。我吃的稍微有点辣头，让两美女还行，还能接受。这个咋的？嗯，真的好吃。能蘸着一盘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能堵上你的嘴就行。我就不客气啦，再来一块儿。对吧？哎呀，本身挺好的鱼，你在这儿来了，自从你来我就开始反胃。这上面这一层全是辣椒。这层全部都是剁椒。对。剁椒鱼头，安慰你，这公筷啊！我的，谢谢。充分知道什么叫重色轻友。嗯，谢谢猴哥。吓我一跳，你看得有意见了。嗯。这个刺儿是。哎。给你面加肉，给我加骨头。给，最好的鱼刺。都是骨头，都是刺儿。那是。哪个部位啊、这是不是鱼翅特别贵、哦、特别好、嗯、这是不是鱼翅来看就新鲜的嗯，这个鱼头花了多少钱？花九十多，这六斤多，这是结果他说一个鱼头就九十多，我说二哥我觉得不合适，这是这么纯鱼肉，这鱼嘴不是正常的，鱼嘴是鱼身上最好吃的地方，还有鱼唇鱼唇有肉吗？鱼唇也有肉，鱼唇和这个什么纯，来、嗯，我不要，你要我也不给你。这是什么去腥的？不会做饭，酒料酒姜。我是一开始用料酒去了一遍，蒸了几分钟以后，我又把那汤倒出来，蒸了三遍。嗯，是确实是一点都不腥。嗯嗯。这接着点啊，对，哈喇子流一地，那看见美女了。其实我最喜欢跟二哥一起吃饭，跟猴子一起吃饭，香。对，我看他吃饭，我的食欲马上就上来了。那你来了，这一辈的战斗力就强了。必须啊！这边，这鱼让我切偏了，给我蒸了大概十，总合起来大概17分钟，因为这鱼头大，对，你的鱼头大。鱼皮感觉还挺香，然后开始鱼皮，看到这鱼皮好脆哦。鱼皮是美，鱼皮是美容的。嗯，我从来不吃鱼皮，我就那一天然后出去吃饭，然后吃鱼皮，我就感觉还行，然后才开始吃鱼皮。他有专门卖那种鱼皮凉菜似的那种，那个其实挺好。嗯，来，我来煮的剁椒，我说有点咸，辣吗？剁椒本身就是咸的，口咸，我洗了好多遍。咱俩主要以吃骨头，肉啊留给两位美女。行了，太荣幸了，我没事，骨头得桌上扔一下。我给你找块好肉去，
对呀、啊。我可以说是鱼身上最香的一块地方。哪一块？被掉了。尝尝腥吗？腥吗？不行。你看我一过来，嘎一下站了几碗。谁跟你似的？猴哥，这鱼确实不赖，没吃够。是吧？嗯，都没了。什么时候想上猴子这儿来？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，我给你提前准备。然后就跟今天似的，你们说想吃鱼，然后我给你弄个鱼头，对吧？嗯、然后下次也是一样，提前打招呼。然后猴子非常欢迎你们来，是吧？嗯。再碰见这样的事，提前还跟我说一声。啊。也欢迎所有的粉丝朋友们上我这儿来。行了，今天视频咱们到这儿吧。好了，老铁们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